大家好，我是米奥酱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指示，这是东野圭吾的小说《伽利略的苦恼》中的第四个故事。我会按照原著讲故事，可能和电视剧拍的不一样，但为了和画面一致，暗谷取代了原著中内海和草剃的位置，协助汤川博士破案。原著党请把暗谷当成内海或者草剃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在咖啡店，男孩羞涩地向女孩表白，女孩深吸一口气问道。 我想稍微考虑一下，可以吗？女孩名叫叶月，她回到家，拿出一颗水晶，在心里低声说道：“可以问一问吗？”她慢慢睁开眼睛，之前静止不动的水晶开始慢慢摆动起来。五分钟后，她打电话拒绝了刚刚对她表白的学长。暗谷正在调查一桩杀人案，被害人野平家世子女士，七十五岁，她的儿子一家在夏威夷旅行，今天傍晚才回来。 凶手盗走了佛坛里的十公斤金条，那些金条分布在一眼无法看出的几个暗格里，因此凶手不但认识被害人，而且连他的财产管理情况也都了如指掌。另外还有一个疑点，他家的狗不见了。据说见到陌生人从大门前走过，他都会叫得很凶。有目击者告诉警方，案发当日曾经有一名女子隔着围墙窥视过野平家，看起来像是推销员。通过对死者物品的调查以及目击者证词，警方发现这名女子是野平家世子的保险业务。 务员名叫真赖桂美子，自打三年前丈夫去世之后，她就和女儿叶月两人相依为命。此外，桂美子正在和她的上司堆景俊交往。警方去真赖桂美子家中搜查，并未发现黄金，但是桂美子表示自己知道野平家世子女士把金条藏在佛坛中。案发之后三天，搜查依然没有进展，真赖桂美子仍然最为可疑。据调查，她身负数百万日元的债务，只要把那些金条变卖掉。 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。然而，警方却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验证他的嫌疑的证据。这天，警察在桂美子家门口监视，夜月走了出来。岸谷发现后跟了上去。夜月接下来的行动实在令人费解。只见他往前走上几十米，就突然停住，稍过一会儿又再次迈步向前。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小时，不知不觉间，两人来到了一处极为僻静的地方。夜月缓缓走向一堆废弃物，紧接着他突然捂住了嘴，大步后退。 岸谷赶忙上前查看，发现了一条狗的尸体。警方带着野平家世子的儿子来现场查看，他确定这尸体就是他们家的狗小黑。汤川听完岸谷的描述后总结道：“也就是说，那个初中女生希望能想点办法替她母亲洗清嫌疑，于是她想到了去找那条失踪的狗。你是说用了坠子？具体是怎么做的？”岸谷说：“他用手指挑起链子，然后问问题，要找到那条狗该往哪里走好，是左是右，或者是南是北？就是这样。” 坠子就会回答他是或者否。我当时看到了，每次走到岔路口，他就会停下来做些什么。可我连做梦都没想到，他竟然是在向坠子请教。汤川说：“这是探矿术啊！科学家们从古到今从未停止过对探矿术进行求证的实验，还从未有过证实了探矿术效果的例子。不过，也不能因为在特定的实验中无法显示有效差异，就全盘否定探矿术，因为也无法反证。” 发现了那条狗的尸体，有没有给侦查带来什么影响？按谷说带来了很大的影响，从狗的体内检测出了有毒物质，毒死狗的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嫌疑人的女儿用探矿术发现了狗的尸体，我们不能就这样写进报告里，能不能麻烦您帮忙解开这个谜团呢？我再补充一句，真来夜月的同班同学也知道他会用探矿术，据说他虽然很少当着别人的面施展，但也有几个人亲眼见过，而且很灵验。汤川问：“能让我见见那个女孩吗？” 第二天，岸谷带着真赖、叶月来到了帝都大学的研究室。汤川问：“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水晶？”叶月回答：“是奶奶在我五岁的时候给我的。”汤川问：“你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探矿术？”叶月回答：“是的，听说这是祖上代代相传的宝贝，只不过奶奶并不叫它探矿术，她说这叫水神大人。”汤川一脸恍然大悟：“是水的神灵吧？原来如此。对农耕民族而言，水比所有一切都要重要。” 所以古时候的人们会在水源地举行祭祀活动，或许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人用它寻找过水源地。你的祖母才会把这种钟摆称为水神大人。这坠子真的一次都没有错过吗？叶月回答：一次也没有错过。汤川接着问：难道他就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吗？比如考试的题目？叶月回答道：我曾经问过他一次考试的题目，但他拒绝了我。我在使用坠子的时候，必须首先问他自己准备做的事是否正确。比方说，我想知道考试的题目这么做对吗？ 当时坠子给我的答案是不对，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做。 汤川又问：“在你想要寻找那条狗的尸体时，也是先问坠子这么做对不对喽？”“是的，当时坠子给出的答案是对。”“是的，那么后来你具体怎么做的呢？”“离开家，沿路询问坠子前进。”“那么是否还有必要询问这行为是否正确呢？”“要问，每次遇到岔路都要问。”叶月小声地答道。汤川抱起手来望着他：“除此之外，最近你还在什么时候用过坠子呢？”叶月犹犹豫豫地回答：“前两天有个学长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，我之前就一直挺喜欢他的，所以就觉得。” 答应他也行吧，可是又觉得自己没这个闲工夫玩，所以就找坠子问了问。坠子当时的回答是最好不要答应，于是我就回绝了他。 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那位学长和别的女孩子约会了。估计他不过是想玩玩而已。至于对方是谁，并不重要。我面临升学考了，所以这答案实在是正确极了。坠子永远都是对的。汤川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。”按谷送叶月回家后，回到实验室，汤川说：“从结论上来说，他是在撒谎。他其实并不是用探矿术发现了狗的尸体，而是在他离开家门的时候就已经心里有数了。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能徒步到达。而在我问他想要寻找狗的尸体。” 其实是否也是首先问坠子这样做是否正确？他回答我说是的。注意，我问的是狗的尸体，也就是说他在出发去找之前就已经知道那条狗死了。岸谷问：既然如此的话，他又为何不直接去呢？当时他可确实是沿途不时的停下做了些什么动作的呀。汤川说，他确实是在向坠子询问，只不过并非是在问路，而是每次遇到岔路的时候问自己是否继续往前走。恐怕当时他是凭着什么证据推理出了狗的尸体的所在地，但他却又因为一些原因。 因而不能告诉警察，所以他决定自己先去看看。但这对他而言，也是需要下非常大的决心的。 所以他沿途不厌其烦的问坠子，自己是否该这么做，是否该继续往前走。至于不能告诉警察的原因，恐怕是他在怀疑自己身边的人就是真凶。而就在他思考如果这个人的话会把狗尸藏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就想到了那个地方。三天后，真赖桂美子的上司兼恋人堆井俊遭到逮捕。堆井之前听桂美子说起野平家世子在佛坛里藏了金条之后，便心生了歹念，因为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。 必须尽快填补差额。就在这时，他从桂美子那里听说了野平长子一家要离家几天的消息。堆井来到了野平家里，趁野平家世子不注意的时候，从背后勒死了他，然后堆井带着钥匙离去了，打算等到天黑之后再悄悄潜入到屋里来好好寻找。在离开野平家的时候，他往狗的食槽里投入了混有毒药的狗食，以免自己下次潜入之时狗再次乱叫起来。晚上，堆井再次进入野平家，拿走金条。正当他打算逃离现场时， 却发生了一件出乎他的意料的事。当时看似已经死了的那条狗，突然咬住了他的右脚踝，堆紧拼命甩脚才挣脱了开来。 他担心警方会从狗牙上的血迹中查到自己，所以就把狗的尸体给扔掉了。鉴证科重新调查了狗的尸体之后，他们从狗牙上检测出了人类的血液。而在调查过真赖母女的周围之后，堆井此人便浮出了水面。确认过血液 DNA 一致后，警方便下达了逮捕令。夜月告诉岸谷，在行凶后的第二天，他在公寓看到堆井包扎伤口。 那伤口明显是狗咬出来的，但毕竟自己受过堆井的照顾，也明白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就一直无法说出口来。 而如果真在那里发现了狗的尸体的话，他就打算匿名通报警方。他知道堆井以前开车压死邻居的猫时，就是把尸体扔到那个地方的。原著中并未具体解释水晶摆动的原因，不过大家也可以猜得到，就是叶月自己让水晶转动起来的。电视剧中，汤川拿出一颗摆球挂在支架上，使支架产生微弱的规律性震动，摆球就旋转起来了，这是共振现象。然而叶月自己可能并未察觉到是自己使水晶转动起来的，因为那可能是无意识的肌肉。 运动，也就是一种在潜意识作用下产生的肌肉运动。正如汤川所说，夜月在潜意识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他只是需要水晶的确认来给自己信心。所以汤川并没有当着夜月的面揭穿这一点。这就是指示的故事。我每周六会更新视频，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能够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。那我们下周再见吧，谢谢啦。